我是妙妙。Hello， 我是明灿。猜一猜我们要去哪里？奶奶家。奶奶家干嘛？不知道。今天我婆婆的小儿子从日本回韩国了，然后我让我老公去机场接他们了。现在呢，我老公跟米娜去机场接他们了，我和明灿呢自己坐出租车去我婆婆家会合跟他们。我现在跟我儿子坐车来我婆婆家了，我老公他们还没到，我婆婆就急着打电话给我们，还不来啊，你们赶紧来啊。估计我婆婆在家忙着给她小儿子小儿媳妇做好吃的呢。公公住院嘛，所以他们先去医院看我公公，然后呢我婆婆也不管我公公了，也不管他吃了没有，这几天都在家里忙着给他小儿子准备东西。哇，看我婆婆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啊。哇，家里好干净啊。我还给我弟媳妇跟小侄女买了礼物，家里好暖和呀。我就知道我婆婆在家里肯定就是把家里弄得很暖和。你看我现在都穿短袖，一点都不冷。哎呦，看一下吧，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哎呦，知道他小儿子，哦呦，我们呢？什么时候准备的呀？야닭을사러가와서내가그랬어아메주아아이번에써찍어했어오이거를아我昨天买给我婆婆的玉米，她把这个玉米烤了，이렇게해줬어요 그래泡菜空气不空。我老公刚刚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就到了。哇哈娜呀，开心坏了你，哈娜呀，哎呀，明灿的宝宝，明灿宝宝，明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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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同乡呢？왜살빠졌어？메리크리스마스。어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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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것도뭐야？야，이거하나일걸？아귀여워하나입어봐봐하나모르겠어그것도먹어야돼사이즈맞겠지맞겠지오맞는다맞는다오귀엽네어괜찮네딱맞네아유귀엽네이쁘다이쁘다이쁘다这个是给我老公的礼物，说是。这个有名吗？不贵吗？这个要5000韩币。他们两个在这里吃炸鸡，好吃吗？好吃。好吃啊！我婆婆现在在忙着做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吧。你呢？你中午吃了没有啊？中午吃了没有？我吃了。吃什么？吃紫菜包饭。紫菜包饭，米娜呢？一起啊。我老公被我婆婆叫去烤肉，他说你，哎呀，你来烤肉，没有叫我来。给他买的唇膏，迪奥的。我님나백화점에서뭘받아본게아이게몇년만이야오너무좋아요아이도련님좀잘해주지反正他们每次过来都是带一些小零食给我们，我反正也不期待。哇，带了这么多！啊，你喜欢的啊？真喜欢的。你真喜欢的啊？你快点谢谢谢谢那个欧玛古，这边是孩子们的。就是昨天呢，昨天我们买给他妈妈的，他没吃，他留给他儿子吃。我的同桌欢迎上，欢迎阿米达。一兰拉面，这个应该是护发素吧，这个是切丝的吧，应该。现在我们把孩子啊，不是我们把孩子了，是孩子不跟我们回家，他们要在这里睡，然后明天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现在在我婆婆家，三个人已经打成一片了，根本就不需要我们。
我跟我老公现在回家了。回家。今天我们两个人吗？对呀、啊。你干嘛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